想要吃肉。想要三香月牙办的剧不是来这边，是去医美。妹妹，你不要洗。他现在很旺，很旺，很旺，很旺。被日本誉为唯一的胸部神社，就是我们的尖尖观音。尖尖神社主要祈求哺乳、乳房发育、孩子成长、平安分娩等等。它由来就是有一个女生，因为太贫困了，没有办法就是养育她的一岁儿子，所以她就是把她的最后一袋米献给观音。她 回家之后，突然有超多母乳可以养小孩，然后不止养自己的小孩，还可以养村民的小孩。所以呢，大家之后就开始来掰这个妈妈抗农。对，哇，很感人的故事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赶快去拜我最需要的东西，走吧。不是母乳啦，你什么时候有小孩？我不需要母乳，我是要胸部啦。进到神社后，一定会先看到洗手的地方，不愧是奶奶神社，就是要用奶奶本人来洗手。但明明我们这群人平均年龄已经35岁了，还是像国中生一样看到奶奶就高潮。接下来往里面走，会看到第一个祭拜区域。既然这边也有设置香炉，那该过的香炉还是要过的吧？别人的内内有在过香炉的吗？这太辛苦了。不是求什么就要过什么？哎，听说要摸这个内内才会求好运。呵呵，给我好运，给我好运，赞！接下来往前走，会看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之一——祈求母乳的耻辱观世音。在这里我们决定先帮台湾的妈妈们祈求产乳顺利，结果后来从日本友人口中得知，香油钱一般只要投5元就好，因为日元的5念作勾，由于神明结缘之意。接下来往里面走，会遇到13层塔，塔的四面分别遍布着各种不同的观音像，从事业到爱情都可以祈求，甚至还有游戏观音。就是你玩游戏网卡的时候可能要拜这个。赞。接着是我来到这最期待的部分之一，就是 3D 的奶子会嘛。虽然一个要加日币1500元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多买了两个回去。三上优雅讲，这什么咪呆啊？他想要，对，他想要三上优雅班的巨乳。哎，想要三上优雅班的巨乳，不是来这边，是去医美。他是可以祈求他做得漂亮。有啊，这边呢、啊。手术成功，真的耶。大家希望他的奶奶都可以变成心目中最完美的奶奶样子。全世界少女烦恼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我突然感到好欣慰哦。现在要挂我的愿望，掌声说出你的愿望来。巨乳。不是说大声。对，我们讲话的大声一点，因为我想说这里比较肃静一点。好。巨乳。巨乳，我想要巨乳。OK， 挂上去吧。不只是内内会嘛，还有各种不同的内内玉手，一个大约要加日币800元左右。我直接在这边爆买台币1000多块，但回到台湾后还是超后悔没有多买几个。旁边还有类似点光明灯之类的东东。就是类似祈福，然后蜡烛点灯，风很大。拜托我的奶奶，我的奶奶不要洗。他现在很旺，很旺，很旺，很旺。我的奶奶就像这些火焰一样，洗了又洗，洗了又洗。Lucy 的奶奶，お願いします。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来奶奶神社的重点。突然觉得我参拜的样子好美，但殊不知满脑子想的都是给我奶子，给我奶子，给我奶子，给我奶子。最后我想说，虽然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奶奶，但是长江后奶推前奶，奶奶如衣服，朋友如手足，时间会让你我都找到心目中的那个奶奶的。你妈奶奶赞。